姑娘，接下来你的任务了，根据你的感觉最少灭一盏灯。好的。不好意思。不是，你先别吃了，你先给我个理由吧。因为他说话难听就连累你了，我就感觉你挺近的。他说话难听就连累我了。被虐你要是找理由你就找小孩啊，谁也不怨。好，来看姑娘第一个短片，了解一下，一起来看。大家好，我叫西春霞，今年24岁，来自公主岭范家屯，现在在长春做美甲。没错，我是个胖女孩，我做梦都想变苗条，像别的女孩一样那么漂亮，但是有好多好看的衣服我穿不上，我只有一条裙子从来没穿出去过，家里没人的时候我只拿出来照照镜子自己看一看。我最大的乐趣就是吃好多好吃的，我最喜欢吃零食，很少吃主食，我最爱吃的是薯片，番茄味的，爱吃火腿和牛奶。入睡前我必须得吃点东西，要不然我睡不着觉。我是